体沾手。哎呀，太解气了，拍这种视频。哎呀，好久没拍了，我先来个撩腿。做的茄汁口味，有没有想学做法的？想学的给我点个小红心，我让我老公教你，多大点事儿。红油海参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样谁会给你双击啊？是我亲妹吗？加点辣椒就够了。天哪，老铁，这样真的会有双击吗？哀家今天闲来无事，尝尝指甲是什么味儿。嘎嘣脆呀，有点咸咸的。可能昨夜抠脚趾甲了。双击，最近的双击是越来越少了。哎，咋回事呢？你不够拼呗。我都已经吃这么多辣椒面了，老铁能不能给一个？老铁的双击没有那么容易给呀，还得继续加。大哥哥大姐姐，给一个呗。滚！小光头来一枚，墨汁不喷出来，我就不要双击了。出来没有？还有米啊，打脸了，没喷啊，墨汁太少了，双击不要了。海里的葡萄串像不像？都带小嘴巴，有没有吃过老铁？天哪，还有绳子呢，超级鲜美，知不知道它叫啥？双击，好久没有闷小身子了，如果闷得下，请您赏我个双击，闷不下，一个双击也不要。你懂的，我懂了。够不够？你说话。够了。老铁，看在我姐这么懂事的份上，给她个双击吧。新的一年又到了，又老了一岁，虚了，虚了得补啊，老铁。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。我一口把他闷了，信不信？如果闷的成功，一定赏我个双击，老铁。红油辣海螺，再淋点秘制的小红油。想不想来一口？这个海螺超级肥，虎胆尖椒，哥儿，哎呀，这肚都挤的。这是啥？这是啥？
吃墨鱼喽，还带着两个大触角。有惊喜，哇，这是啥？双击。最近吃的有点多，来个冰镇发财蟹，助消化。必须是冰镇的那种，要不然你没用。凉凉的，千万不要模仿我，除非你也吃多了。如果您的手机还有10%的电，请您给我个双击；如果还有1%的电，那就不要了，因为双击你就关机了。今天挑战一个极速撸尼罗。老铁，双击不要了，吓我一跳。今天婆婆不在家，咱娘俩吃点好的。帝王蟹、大波龙、小波龙，一样都不能少。默默，你奶奶来喽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今天表演一个绝技，觉得小妮厉害的，给小妮来个双击。天哪，也太瘦了吧，大哥，你最近减肥呢，都不够塞牙缝，连苦胆一起吃了吧。双击，双击，双击是人情，不双击是本分。给我一个双击呗，让我欠你一个人情，爱心大侠。看着大肉，吃起来贼过瘾。你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？来一口。要双击才给你吃，值得钱。吓死我了！双击海参，我只吃5斤一个的。低于5斤的，我碰都不碰。谢谢妈妈。你擦擦。拍完视频了吗？掉了，快捡起来。喂。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，连八爪鱼都知道暧昧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，老铁们。还有一个大夜明珠，太幸运了！双击，龙虾一小锅，两只大的已经下锅了，再来一只小的。这个给我老公吃，大的是我跟我女儿的，给他放个尿。虽然有点残忍，但是必经过程。我天哪，这活力杠杠的，老铁！双击双击，喜欢吃龙虾的对龙虾猛戳两下。天天吃辣椒，嗓子有点发炎了，今天不吃辣椒，看看还会不会有老铁给我双击。酱香面包蟹，太肥了吧，天哪，也没有面包，为啥叫面包蟹呢？是不是它太肥了，老铁？喜欢吃蟹的老铁，给我双击。老铁说我不够拼，焖小白虾连辣椒油都不加了，只要我加辣椒油，都会给我双击，是不是老铁？
江大虾。姐，你再吸一次，吸出来我帮你要双击。真的啊？我才不相信你能吸出来呢。看我的，虾膏，今天一定得吸出来，一定要帮我要双击哈。太厉害了，老铁，给他个双击吧。这是啥？虾皇，厉害吧？